岁数几老年，阳亭飞鸿殿，重修国城，立会安坐大家。我今日临时大吉日，要来邀请到所有在座的贵宾，我来甲你介绍飞鸿殿的助理委员陈平庄主任委员。大王金平庄助理委员涂和顺。助理委员黄丽珠，高雄金西宫助理委员曾天宝，人间国宝陈启春大师，李花委员陈鼎辉，台南市议员陈怡珍，市议员桂信荣，市议员桂清华。市员柯志春，市员包，市员李忠诚，台南不错的助理部张继居，台北基围博参谋主任唐明德，中条第六朱小莲，以上咱所有的贵宾。我们的媒体朋友，以及咱现场摄影朋友，把咱合影留念。来，一二三，飞鸿殿正不正？正！中秋飞鸿殿，顶快扬车，万万百家。叔叔心，叔叔累，在此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真谢各位，谢谢真谢，李老板。好，来，来咱们的人。我代表我们的福永殿，感谢咱大家贵宾，吼啊，搁遐侪信徒，吼，即次来赞助阮的乌龟庙门的医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哎，掌声欢迎大家收看。好，陈启春陈大师，我们致辞。我是陈杰啦，啊，我就无伊称呼啦，哈，啊，迄个想着咱，平凤啊，讲，我一定爱迄个讲句话话哈，啊，我而且吼，我实在嘛真感谢咱立委啦，哈，咱平委啦，哈，即当讲来人家滴吼，会当讲上好诶，诶查囝咧，吼。好，啊，甲咱这个仪征呐，吼，啊，咱迄个仪长，吼，啊来，啊，搁在咱所有，吼，啊，桂清华议员呐，吼，啊来，吼，真济议员呐，包括咱明天的仪长，吼，啊，我比较来报告一下，吼，其实吼，这是一个真感动的事情，吼，我这，喂，为什么我起来讲呢？这吼，原来我起来讲太道理了，哈。因为安那讲，我本身是台北啦，但是吼，阮阳明较36号呢，南寮较36号呢。但阮南寮吼，不简单嘞吼，今仔日吼，你有看到阮这酒桶无？吼，阮这小酒，啊，像阮阳明安尼，然后我去阿你讲这酒桶块代志，这块料地就是因的因东西因本地的嘞，安尼嘞，所以。吼、哦，不要来做咱的庙地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今日我感觉讲信王公足欢喜啦吼，安尼吼，啊，今日咱有这样呐，这个庙来完成，啊，来做这东西来典礼吼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今日嘛真难得吼，啊，咱遮立委啊，啊，甲咱议员啊吼，啊，甲咱遮在座的遮好朋友，吼，啊，搁各重要的诸位，吼，啊，各重要讲来参与吼。这是当然是阮娘娘真重要的一个了。今仔日办了吼，我是感觉转来看到我家囡仔婆吼，实是不简单啦，真正讲啊，甲晒一个面啦，吼，这实是我咱真感动的。我甲阮小强咧讲，爱较少转来啦，无较少转来吼，转来无啥个面子，吼安尼，吼，啊所以讲而且吼，我嘛是，听讲今仔日是庙门的开庙门了吼，有一个重要时间听啦吼。一个感情的所在啊，吼，安尼，啊，当然咱拄只李伟嘛，咱平平甲咱讲吼，讲
西平溪也是有够照顾咱的吼，一路安尼咧特别咧小支持吼，啊，搁咱遮议员吼，啊，咱议长啦，啊，咱迄个清华议员吼，啊，甲其他遮议员啦吼，我都无一一知影吼，啊，所以我伫遮感觉讲真欢喜啦，啊，来替咱迄个飞鸿殿吼，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为啥物我爱起来讲咧？飞鸿殿咧，应殿咧，讲起尊重就是我客气啦，哈。欢迎参加节目，我头了第二，迄个时阵应该是爬了24岁，我23岁做头家啊，这24岁，这25岁迄个时阵去的啦。安尼啊，甲志豪这边，因阿爸时代我就去的，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啊，平方叫我起来讲话，我也不推辞啦吼，啊，我比较使耐啦，因为我感觉讲，我代表杨家啦，来感谢大家，吼，啊嘛是，会感觉讲。真欢迎大家来搞念平，吼啊！好，我大家来更喜欢念平，虽然是36岁啊，但是我念平真团结，吼啊！今仔日我一路飞鸿殿来落成吼，而且吼，我也是希望讲，希望讲未来吼，咱的迄个乌康路吼啊，风调雨顺，吼啊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掌声鼓励，感谢大家。啊，各位贵宾请留步，啊，咱本地厝的贵宾。